我需要再靠近你。我已经超出范围。我离得太远了。你快去拿水来，在火势扩大之前赶快扑灭。该死，快啊！我已经超出了。我知道你想做什么，我会让你一筹莫展，永远别想自由。你好，朋友，你想要什么？你好，朋友，你想要什么？很好，我们走吧。我不再是奴隶了。你好，朋友，你想要什么？我离得太远了。我真的欠你们一份人情，陌生人。我赢得了我的自由。一个骑士过来了，索尔，你该不会以为自己真的能逃走吧？等我陪你们玩过以后，你们都得乖乖向布莱克摩尔认罪。守卫！
你好，朋友，你想要什么？非常好，塔伦米尔就在此处的西边，既然时间非常重要，我们出发吧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你好，朋友，你想要什么？你好，朋友，你想要什么？布拉克摩尔要为很多事付出代价。我不再是奴隶了。你需要什么吗？你好，朋友，你想要什么？你好，再见了。出来面对你的命运吧。是谁？还是说那是什么？
哈蕾莎的生命危在旦夕，波一定很关心他，一定很想救他。哦，原来你在这。我原本想更巧妙地完成这件事，不过看来直接冲突是无法避免了。索尔，你已经没有未来了，所以你跟那些讨人厌的朋友就死在这里吧。我离得太远了，我不再是奴隶了，我不会浪费这次机会，我会寻找我的命运。够了，我会让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这天终于来了，别动我的路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就是我所想要的。主人不会高兴的。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恩情。